来，就要去判断球会落在什么地方。我要跑，要有一个，我要跑前进还是要后退去踢这个球？啊，你要去判断，你要去判断球的落点啊！不是每颗球都会飞来，都会自己飞来你的脚下呢。啊，子成，足球不是每颗球都会自己飞来你的脚下。哦，你要去判断球的落点哈、哦，来近一点。我、哦、要去判断球的落点哦。没有，记得那时候我有其他一个人，我不知道。不要去，我们变成这样子。风景，脚背风景，脚尖往下压。下来，你来，点一下而已，有没有？这样会很大力吗？还好。只要脚。